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的话，我们主要第一个单就是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有哪些资源，好，因为其实现在资源它真的蛮多的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刚刚讲的线上服务，嘿，等一下我们就带各位上去，再来有免费的软体啦、APP 啦，好，然后呢还有一个，因为各位现在除了照片的需求，请问有没有影片的需求？比如说庆生会啊，医院里面可能常常会有办庆生会啦，包括同等的聚餐、出去玩都会有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家看到照片已经不稀奇了，还要能够有一段影片，然后看到大家呢生龙活虎的，好，然后又配上音乐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介绍到，哎，有没有做影片的这个软体的部分哦。这个 APP 哦，甚至线上的，那当然我们现在也会用刚刚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就是翻转学习平台。好，最后呢，我在这边这里好、哦，我的学习网哈、哦，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到我这边，到我们家这边来看一下。那么我自己是有买关键字广告，小米老师还给我背关键字广告，要了还是要行销一下哈、哦，所以你说。打这个，好，这样你就会看到上面这个就是广告的部分啦、啊。上面这就广告，哎，这个不用拍吧、哦？哈，哈哈，哎呀，所以你点这个我要付钱的就对了，哈、哦。好，那么我部落格上其实就会做一些介绍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简单介绍完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来看看，先找影像处理的部分哦。好，这一段我先到这边。